米卡成长天地。米卡好宝宝。小朋友，肚子疼是细菌搞的鬼，吃了药就会好的。不过以后要注意讲卫生哦，勤洗手，勤剪指甲，不能再把细菌吃进肚子里了。米卡，起床啦。妈妈，早上好。米卡，你还记得昨天医生叔叔说的话吗？记得，要讲卫生。对，妈妈和米卡一起把细菌通通都赶走，我们来个赶走细菌大作战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起床之后该怎么做呢？我知道，早上起床要先刷牙洗脸。对了，米卡真棒，赶走细菌大作战胜利。米卡准备吃饭咯，吃饭前应该做什么呢？我知道，饭前便后要认真洗手。对了，我们快去洗洗手吧。好诶，可以吃饭了，赶走细菌大作战胜利。我吃饱了，妈妈做的饭菜真好吃。米卡真乖，吃完饭之后要做什么呢？饭后漱口。咕咕咕咕。对了。细菌大作战胜利耶！小朋友，你也要记住哦，每天早晚都要刷牙，饭前便后要认真洗手，吃完东西还要漱口。妈妈们也要注意为宝宝勤换衣物，勤剪指甲，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赶走细菌大作战哦，胜利。